大家好，我是家宝妈妈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我们来做外皮焦酥内部暄软的锅盔，俗话说也就是大大的好吃的发面饼。首先我们从发面开始，用温水、酵母、中筋面粉和成一个软硬适度的面团，盖上锅盖温暖处发面一个半小时以后，我们的面就发好了，蜂窝状的气泡。我们进行揉面排气，我们把这个面团呢整理成一个圆圆的形状，在它的上面和底部呢都撒上干面粉，以防粘连。然后我们开始就用擀面杖来擀成一个圆圆的饼皮。虽然我用的是中筋面粉，但是这个面粉的筋性还是很大的。我在擀着这个饼皮的过程当中呢，感觉到阻力还是很大的，我们还是要用力才能把这个饼皮擀开擀圆。饼皮擀好了以后呢，我们就在上面撒上橄榄油，也可以用其他炒菜的油来代替橄榄油。我们掂起面皮对折，让每一个地方都沾上这个橄榄油，然后按照个人喜欢的咸淡口味，均匀地撒上咸盐。再从两头开始卷起，然后两边再对折一下，稍作整理。从一头开始卷起，另外的那一头呢，我们就塞在它的底部，然后压成一个饼坯，让这个饼坯啊松弛五分钟。松弛五分钟以后，我们在这个饼坯的上面撒上白芝麻，用手呢去按压，让芝麻和这个面团粘得牢固一些。然后发完面之后呢，也均匀地撒上白芝麻，用手呢继续按压饼皮。我为了让这个饼皮啊更平整一些，最后用擀面杖稍微整理了一下形状。然后用一个平底的不锈钢锅，这个底呢比较厚，待这个锅底加热到温温的时候呢，我就放入了饼皮。放入饼皮之后，不要立马翻动它，我们约等个两分钟，待它的饼的底部凝固，你会感觉到非常的轻松，可以移动它的时候呢，我们再轻轻地动一动它，让它的底部受热均匀，约两分钟，然后我们就可以翻面了。这个时候你会看到第一次翻面底部已经变得金黄了。翻完之后呢，我们不要马上动它，还要继续等约两分钟，你就可以移动它了，让它受热均匀，然后再进行翻面。这一面呢，你会看到也有一点淡淡的金黄，然后我们给它盖上锅盖，用中小火焖上一分钟。一分钟之后，打开锅盖，
待它的底部又金黄的时候，这个黄色呢变得又加重了一些，我们就给它翻面，之所以用锅盖去焖上一分钟，因为这个饼是非常的厚，所以我们要保证饼的内部也要熟透，待两边都是金黄金黄焦酥焦酥的，我们就可以出锅了。基本上约两分钟翻一次面，新出锅的饼啊，外皮特别的焦酥，看这个饼的内部特别的暄软，也比较厚，有将近有4厘米厚这个样子，非常的好吃。喜欢我的视频的朋友们，请订阅点赞吧，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